插头全到了，我的面子倒不小。嘿，我真笨，早没有看出你们的衣服跟膏药不一。<笑>就是要看你死不瞑目。不要哭啊！你看好玩不好玩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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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哦，原来真是你，我猜得不错。对呀，哎，哎，对呀，哎，我，啊，对呀，哎，哎，别动。林兄来这里想做什么？方兄来又想做什么？想找一个人看看是不是旧朋友。方兄说的人如果是一个伙夫，那我倒见过他，很像个老朋友。方兄请。林兄请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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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全办妥了，嘿嘿，办妥了。红叶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？当然当然，你们全是自己人。哎，不不，我们全是自己人，可不是嘛，全是自己人。听说你们捕快有很多杀人不见伤痕的方法，这叫刺脑针，一针直贯脑门，外面全看不出来。万发已先去等你，他是用勾喉签从嘴里伸下去，割破喉咙，你看比你们那些法子如何？袁公子，请赐诏吧。我现在用五云捧日一诏，共是七事。第一事是九天云落。脚下晕伤。云起东海。云开见日。是啊，袁公子的刀法果然凌厉非凡，不过手段未免太残忍了吧。笑话，我多用了一招没有？在下对袁公子的武功十分钦佩，但袁公子何必要把孟家兄弟五个杀得一个不留？这种人杀一个杀五个有什么分别？这点本领也想来赚袁家的钱？现在江湖人确实穷途末路，不过当年金刀大侠颇有人侠之名，这样的话可不像袁家后人说的。像也好不像也好，反正今天的事外人也不会知道。哦，袁公子要杀我灭口？就看你接不接得下我这一招。这是五云捧日的第六式，叫做日轮九转。哎哎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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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居然逃过我这一招。不过冲你刚才那几句话，我不能不破例多用一招。看，日照四方。呀，嗨，嗨，嗨，呀，啊！
我得去一趟官家。
于汉生，咱们哥三个有一个逃出去就不算失败，我留下来也好陪金正平。你上了船就放火烧别的船，让他们追不上。小童，你一个人先跑来了，现在大伙备了祭品一起来祭奠，别一个人独自伤心了。倒还不是一个人，这里有位高相公是个好朋友。哎，我来引荐引荐。高相公，吴慧贤、李锦纶、李亚松、谢雅福、方向玉、方美玉哥俩都是我同门兄弟。高相公，今日一朝见到这么多位豪杰，真是人生快事。童师兄，高相公这位书童倒是块学武的材料。学武？学什么武？猴拳。嗯，就就就就就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哎哎！哎呦哎哎！老二老三小心伺候，别顽皮啊！高相公，说句不怕你见怪的话，你几位尊介全是一副猴相，倒很奇怪。那小弟岂不成了猴头了？小猴子们，别站着不动，快点拿酒果下来。是。是诸位这般豪杰，目中之人想必不是英雄便是侠女，晚生有幸遇上，也当随诸君拜祭一番。这就不敢当了。哎，你觉得这位高相公怎么样？好人呢？怎么样的好人？读书人又深明大义，爱交朋友。你不觉得好的再凑巧了一点？哎，这什么话？一个读书人又不会武艺，偏又爱结交我们这种江湖人，又仗义疏财又反清复明，怎么样样都对了我们胃口。怎么，你这个人倒古怪，人好反而不对。我看你明天要小心一点。哎，你已经被我三绝针所伤，还是不知死活。嘿，先死的是你呀。哇啊啊啊啊啊啊！
要杀就杀，我死了自然有人替我报仇。不论你们用什么法子折磨我，少爷要是皱一皱眉就不算好汉。杜天道，你儿子双手残废，你就去残害无辜也不怕伤天害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早就告诉过你了，我叫王一。你倒记得自己的名字。我又不是白痴，怎么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呢？爹，他说他不是白痴。现在自然不是。姓杜的，你们杜云道，你Thank you.
Ah!